来玩这款游戏《九州鲜芋》，还有《饥饿的幻面》啊，《龙骑黑蜈蚣》这个有推出过了嘛？之前不知道叫什么名字来着、哦。算了，找个有群下风光的来玩好了。龙骑可以选的、哦。这没有群下风光哎、欸，那就不要选了，管他是不是龙骑哎。没有群下风光，全部扣分，全部都是垃圾，都是垃圾。进来了啊、哦！你可算回来了。你给点黑人。师傅命我们同心协力击退他们。击退他们。已经往蜀山派了。不过临行前，他叮嘱我务必将信盒这个钱袋子交给你。看一下群下风光有没有。等你了，快去天机坛吧。快去天机坛呗。你总算回来了。你随青红师兄一同寻找天机谱，解我青云燃眉之急。天机谱，战斗可以打一下吗？在坛内，我尝试许久都无法开启，想必是天机石在等待机缘之人。你不妨前去试试。分包还在下载中哦，啊，开始下载了。魔级妖孽大举入侵。跟你讲，他还没下载完，我已经卸载游戏了。你当务之急，信不信？要不来赌一下？他下载完了以后。之前下载完之前我就卸载游戏，好不好？你看990 MB，好啦，990 MB。是总管让我在这里等你的。这赌注我赢定了啊！喂，还有半个坏面呢、啊，神作，免洗神作，甜甜大西瓜。哎，我今年爆了快10颗了吧？干这个大西瓜，一年爆了10几颗哦。干这个大西瓜，我一年爆了上100颗哎。干这大西瓜，我一年爆了几万颗哎！啊？什么？你说我胡扯？你说我鬼扯？是极品美味啊！两个字送给你们，我爽。面对免洗 MO 的困境，我也只能用我的模式去进行抗议。哎呀，他怎么一直讲话？我们直接安静一点好了，一直听到那个。萝莉不断在讲话，直接静音他就安静了、啊。哎、欸，他还在讲哎、欸，我靠！看，憋肉。你不要再讲话了、啊，安静一点啦、啊！我在打憋呢、欸。什么？你说这是乌龟？屁蛋，这个是憋，好不好？台湾野生憋。各位有没有去逛过老河街啊？基隆路，还有八德路交叉口有一家台湾野生鳖，我没吃过。我之前以前骑车的时候经过，看到他刚好在砍，还有在放血。但是以前的、啊，现在好多年了，我就不知道有没有了。可快速到达目的地哦。哎呀，不行啊，看不到万乐视角啦，但。他是怎样？他有换过服装哦？怎么每一位角色都没有忘了视角？此处魔气更重。手厨送什么？我们看一下手厨好了。首领就在前面。不要站在那里说风凉话了，快过来帮帮我！快点帮我卸载游戏哦，好吧。本次影片到这里，大家拜拜。